注意，我死亡的方式是在我生命的终站实行的。年轻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，一时的挫折打击可能是美好生命的磨练。希望你们经得住磨练，像我一样的活到86、87岁，体力不支时再来选择如何面对死亡。但愿那时人类已经找到很人道的方式来帮助老人们快乐地归去。